武汉马路边的豪华炒饭啊，老板，这个豪华炒饭是不是啊？嗯，是的，豪华炒饭。这些所有东西加一起炒多少钱呢？那800块钱是有的。800块钱？嗯。那给我炒一份来。好的。这些东西加一起，确定多少钱呢？大概800块钱，100多块钱，上100块钱吧，给你。我炒个100的。嗯，好嘞。来，这些都给我炒个100的，我们看一下怎么炒啊。嗯。现在开始吧。丫丫给你加啊。啊，好的。啊，加个鸡蛋是吧？哎，加个鸡蛋，鸡蛋是必须有的，必须有的啊！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100块钱炒饭都有什么？这绝对是武汉炒饭的天花板啊！嗯，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呢？是吧？肥肠拿出来，肥肠跟正宗都是那个啊。这是牛肉是吧？新鲜瘦肉，瘦肉，新鲜牛肉啊，这个是新鲜那个里脊肉，里脊肉，嗯，哇，好嘞，那我要到这里来加，好，你加加，你要来加呀，好吧，再加吧，这是顺丰啊，顺丰，这是新鲜牛肉，牛肉，嗯，哎，好像讲笑的，这个那个。那个啥？牛肉，也是牛肉是吧？卤牛肉，卤牛肉，样味都有啊，好嘞。食材是那个啊，好食材，腊肠，麻辣肠，嗯，这个是新鲜的那个鸡肉，哎，哇，这个是麻辣小鱼，麻辣小鱼，麻辣小鱼干，这东西没见过，麻辣小鱼干，啊，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漂亮，这个是腊肉，腊肉。大锅肉的都没有，哎，大锅肉的啊，可以，鸡柳，这个是那个甜肠，是吧？哎，这办公太老，这真是厉害，哇，这是鸡柳是吧？鸡柳，鸡柳，哇，这一桌菜老。看一下啊，过来拿他了，我去给你拿点东西。啊，所有加了一遍啊。加点青椒，胡萝卜啊。加青椒是吧？青菜，哎。好，怎么好吃怎么来。怎么好吃怎么好来啊？加点什么什么？这样。大姐，你炒饭炒了几年了？8年了。炒8年了。咱这一天能炒多少份呢？一天呢，200-300份是有的。200-300份？哇，这么快啊！你在武汉是不是买房买车了？啊？都买了。好啊，炒饭都是买房买车了啊。老总，请这里，把你这个要不要？可以，可以的。反正你说的。怎么来啊？怎么好吃怎么来啊？我们吃武汉第一的豪华炒饭啊！啊。食材，你看，看得见的食材啊！哎，这老远就闻着香味了。是吧？看你青菜叶。放青菜啊！你看好了，我们是炒饭，菜是占一大部分啊。嗯，炒饭，哇，单端下去啊！辣香啊！一般的，反正是。50-60块的是有的，100块钱的是很少的，说实话啊。50块很多是吧？50块的是多的啊。老远这闻着香味儿啊。嗯。加料。加料。辣椒要不要？辣椒可以，你想放啥就放啥，你说算。辣的。辣的。黄瓜，这是什么呀？那个是那个鲜叫什么？是秘制调料。秘制调料。一锅肉啊。还给你刷点这个蒜叶子。哎呀，马上出锅了啊！出锅了。
票。这还要加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拿盒子是吧？拿盒子。我们着急呀。啊。啊，就两盒了。可以。你搞两盒啊。拿回来了啊，两盒，哎，他给装了两盒，哇，看看啊，两盒炒饭，100块，看看，来，我们尝尝，你看一下啊，这里是炒饭，正做菜啊。漂亮吧？嗯，哎，100块钱给自己安排个炒饭，怎么样？